我是第一个在这个大华府地区第一个把这个羊肉串带到这个地区的。为什么我会做这个 kebab 呢？因为我喜欢吃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吃这个 kebab， 所以说我就是想，哪一个地方能让我吃到，可是没有，那我就自己开一个，就是这样。